轩辕剑，上古十大神器之一，原为天界之剑，曾断裂为二，由黄帝借天地之女真身之高热重铸。建成后，天女失踪，天帝竟大开天门。 为何失言？回答我！ 数百年后，传承颛顼帝血脉之夏朝，因夏桀荒淫，遭商人陈汤所灭，商汤灭夏，商朝国运曾达巅峰之境，但因商事连续发生王位之争，又屡次迁都，居无定所，以致国运日衰。
终于捉到你了。这是第一次警告，之后再破坏村里作物，绝不轻饶，听到吗？雨哥哥，青梅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帮我试试这警示器。哦，又改良了？是啊，现在它更灵敏了，任何动物与敌人经过，一定逃不过它的侦测。真的吗？雨哥哥，快装给我看看。嗯，你看着。没什么，为了改良这个警示器，我可是研究了好几个月。那它的名字呢？名字就叫做警示器十号吧。雨哥哥，这样好难记啊。既然它的声音这么像鸟鸣，又是竹子做的，不然我们管它做五色鸟鸣竹吧。啊，这名字也太长了，简单点，就叫明竹吧。好啊，反正这两个字也是我取的。青梅回来了。阿娘，点心送到了吗？送到了，族长要我向阿娘道谢，还有族长要我向阿娘转告一件事。听说最近东边又有一个部族被灭了。啊，又有了？嗯，几乎全族人被抓走，应该是预备日后做人生。总之，族长下令
近日内咱们得迁村，要赶紧做好准备。又要迁村？玉儿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如果不避避风头，谁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着打到这儿来。阿娘，我明白。那是竹林里的陷阱，也许抓到猎物了，我过去看看。雨哥哥，
青梅，你怎么跟来了？我担心你们，看你好像心情不好的样子。没事，只是想到几日后要来拆卸这些陷阱与明烛，一时觉得筋骨疲累而已。雨哥哥这么大个子，哪会累啊？若真觉得累，那么青梅也陪你一起努力嘛。你一个大锅都扛不动的小姑娘，要怎么陪我努力啊？别小看我，我总有帮得上忙的地方吧。例如，采集果实给雨哥哥填肚子，肚子饿了要怎么战斗呢？对不对？快回去吧，竹林中还是有不少怪物，挺危险的。你要陪我，晚饭时再陪吧。我现在一个人回去才危险呢，这里有雨哥哥保护我，就不危险。真拿你没办法。那你跟紧我，别走丢了。哥哥，抓到了！不知道里头是什么，但看来咱们今晚又可以加菜了。你啊，就只顾着吃。小心点，雨哥哥，他动得好厉害。嗯，你别太靠近，让我来。别怕，我马上解决他。我看看，帽书。哎呀，总算可以吸气了。司空宇、青梅，又是你们！你们这两只兔崽子！老是设陷阱打我，想干什么？茂叔，你多想了，这只是巧合。你还敢说？这些树藤不团险些搞得我咽气，
哎呀，哎呦喂啊！族长早跟你们提过不下几百次，这陷阱很危险，可能误伤自己人。叫你不要步，你还步，分明没把族长的话听进去。可是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也只有孟叔你中过雨哥哥的陷阱啊！啰嗦，做错事不道歉，竟然还消遣我！孟叔息怒，让你误入陷阱，还误打了你，的确是我不对。茂叔息怒嘛，哼！我前来此处是奉族长命令探查敌情，跟你们这些做陷阱玩的小孩不一样。这次害我行动失败，影响的可是整村安危。看我回去跟族长告状，让他好好教训你们一番。雨哥哥，怎么回事？虽然对茂叔很不好意思，不过一想到他刚刚的模样，你啊，看来回去八成要被骂了。抱歉了，青梅，每次都连累你同我一起挨骂。雨哥哥。雨哥哥不打紧，要是族长太生气，青梅再和阿娘做些小点让他消气，很快就没事了。青梅，你先回去，我把这陷阱修好就回村里。可是我……好吧，那我先回村了。雨哥哥，你也别弄得太晚。去其他陷阱处看看。Thank you.